看看你们还记得这件 T 恤吗？我今天穿给你们看，记得吗？共产党脱钩，这是中国人的福气，但是中国人要活到脱钩后的美好的时代的到来呀。这个俄乌战争的前线的战友们大多数都是赴阴了啊，现在很好的是看到乌克兰跑出人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我觉得要么有一个大的一个和谈判，要么就会有一个猛烈的时刻到来，所以说在前线的战友们还是要小心啊。现在这个中共是元凶的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世界的主题了，看看福克斯、CNN、CNBS、法国、英国、日本，包括亲共的媒体，包括在宗教祈祷，咱们战友有时候教堂祈祷去，人家教父当着这战友面说，但愿普京还有习近平能回心转意，什么情况？中国人悲惨吗？人家打架你买单，你背黑锅，你还要给人高兴？